走过来，我们再写一次。好，开始。第一个字怎么念？波。大声一点。波。第二个字怎么念？跟那个一样。大一点，然后大一点，好不好？那第二个字怎么念？波。大声一点。波。波波。波。第二个字是波。波。你波我就。第三个字怎么念？这个怎么？这个很像门，怎么念？门。门啊，么很好记啊，门啊，么。么。这个字怎么念？么。大声一点。么。么。所以是么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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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哇，好棒哦！对，你去跟奶奶说你会啵啵啵啵，快点！我奶奶说我不行。不会啊，奶奶会很高兴的。你跟他有点害怕。你跟奶奶说我不。不是，你去跟奶奶说，哎，你可以不要录了。